介绍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个这个卡通。卡通？我设计的卡通。哦，主角呀。他的鞋子为什么是这种风格？为什么是这种？高科感风格。高科感的风格。介绍一下，这个鞋底。这个鞋底是长这样的。然后背后有一颗，那个是他们高科版改造的心脏，他们心脏改造。他心脏背后。他背后。他背后长这样，那他前面长这样。里面有一颗心脏，所以他们有两颗心脏。他们心脏都是露出来的。他们眼睛就是黑的，另外一个眼睛。他变身了。你眼睛他画错边了吧？没有啊，他因为他牙膏的时候会把另外一个眼睛放开。哦，是啊。不对，他眼睛另外一个眼睛更强，那个眼睛是彩色眼睛。是啊。植物染的话，彩色眼睛它就会变黑色了。这样。错嘛？那请问这一张是什么？嗯，废纸，你看。还拿到97分的，很棒吧？